Amado, you can drink today? The last day? Last day, huh? Today is the last day, so tomorrow you're free. Yeah, tomorrow free. Freedom. Okay, morning. So tomorrow is gonna be happier than today. It's like the women, when he doesn't eat, he's in a bad mood. So. Even though I think the role of the world is much more. 我觉得就是产品可能还少了一些。类似于像球衣啊，我们其实还非常喜欢买这个球衣的，但是可能它会有一定的季节才会上货，面积可以再大一点，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历史的回顾的一些动态或静态的一些展示，可以让我们一些不了解申花的球迷可以更加了解它的历史。对，蛮好的呀，就是多一点这样的店啊，东西再多一点吧。今天买了一件那个申花的汗衫啊，回家平时穿一下啊。需要硬套吗？不要。换上最好试一下。上完课从临港赶过来嘛，然后明天还要回临港学校上学。工作的闲话，基本上感觉人也是蛮多的，大家热情也是蛮高的。申花人。这个球进制胜的这个球是我们队员的他的天职工作，希望我们每个队员都能够在场上承担起他们应有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个队员，他们都是积极向上，都是为这个队拼搏的。我希望在场上有更多的人能够涌现出来。Amazing thing. We have a common friend, Paulino Granero. Of course. I worked with him in CSK 7 years in a row. Yes.
the good performance, good speed, 今天工作日还有这么多球迷，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希望看到的是我们最好的表现。Get ready. Come on, guys. Come on.Vamos. Un poco de más.相当好，相当好，他。啊，陈云杰，陈云杰，我在跑过来，在跑过来。还不是老满意，要三比零。啊，我满意啊，我觉着墙壁上贴了老好啊。Concentration, hey, that's it, all good, all good.
整场比赛踢得不错啊，整场比赛那个我们前场发挥的都不错，那希望下一场马来的话能多进几个，对吧？踢国安也是对申花球迷来讲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啊。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申花队还是发挥的比较好的，展现了自己的一个优势，在对方缺少一些关键外援的情况下顺利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希望我们很期待那个周六的比赛也能够赢得一样的胜利。